girlfriend a thousand times a day. I'm lazy when I'm speaking, I'm lazy when I walk.从生理上，男人大女人几岁才是最吻合的？女人的生理周期为7749，也就是女人到49基本上绝经了。男人的生理周期8864，64跟49相差15岁，也就是男人65岁，女人也刚好49。从生理学的角度说，男女相差15岁是最吻合的。男人大女人10岁也只能说是比较般配，男人大女人15岁才是最佳的年龄差。